官宣恩比德3年2亿续约费城，3巨头工资都能买支球队了。彼得10年必与费城续约。根据名记 Shams 报道，恩比德和七六人以3年1.93亿完成续约，其中28至29赛季为球员选项。算上今年夏天签约的马克西还有乔治，这仨人工资加一起达到了恐怖的7.15亿美元。什么概念？2009年库里刚去勇士的时候，买下整支勇士队也就3.15亿。这七六人3巨头工资放到那个时候能买俩勇士，这要是再夺不了冠，真有点骑虎难下的意思了。虽然我们总说相信过程，但是这过程相信的时间也是有点太长了。恩比德打了这么多年季后赛就没打出过次轮，而且上赛季恩比德也是倒了血霉，本来因为膝盖酸痛的问题打打停停，好不容易复出了，打勇士让库明加一屁股给作废了，半月板半位移，好些没赛季报销，眼瞅要到季后赛不打不行了，着急忙慌复出了，结果第一轮尼克斯都没打过，早早回家钓鱼去了。不过新赛季这个费城还是值得期待的，毕竟上赛季就算伤成那个样，恩比德每场仍然狂砍35分、11篮板、6助攻，这回还来了个乔治，签下了一众优质拼图，这七六人新赛季啊，没准真能支棱两下。